绿灯直行，但右前方的一辆厢型车却停了下来，驾驶没来得及反应，突然一辆机车映入眼帘，惨了，闪避不及，直接撞上。女骑士这个人连人带车摔了出去，安全帽喷飞，机车车头撞烂，而白色特斯拉则是车头钣金凹陷，挡风玻璃也因为撞击破裂。自事故地点与同方向由中间车道欲回转舞女发生碰撞。事件发生在桃园八德，24号早上8点多，65岁的女骑士行经一处路口准备回转，结果遭到同行的直行34岁杨姓驾驶闪避不及撞上。女骑士送医后伤重不治，路口监视器也拍下，当时女骑士疑似有打方向灯，没想到还是发生憾事。舞女伤重，经送医急救，仍宣告不治。杨男经酒测值为零。驾驶没有酒驾，疑似当下被挡住视线，没有发现女骑士切出来要回转，加上女骑士也没有注意快车道有无来车，油门一催就要过，结果两车相撞，混乱大马路口。TVBS新闻林志伟桃园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